好的，但是很可能被谜题打得死去活来，不能自理。语言里面呢，English、Français、Italiano、Deutsch、Espagnol，我也是瞎念的。总而言之，我们开始新游戏，变成马尾了。哎，据说还可以存一个文件名叫 Ito，那叫 Ito 吧。是的，扎了一个马尾。所以说，狐狸，你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蛛状树上，筏状岸上，什么？Ito，哎，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Tipsy，不要看我啊！对，这个狐狸叫微醺呀，对，我记起来了，它的名字叫微醺。不要看我，开车的又不是我。好吧，附近又没什么财宝，只能找另一个岛了。OK，是的，这个游戏它变成 3D 了。好吧，只能做个新木筏子了。砰！这是谁？啊，这边吵吵闹闹的，怎么啦？别告诉我你们是冒险者。哎，我们是冒险者怎么样？嘎，不要碰任何东西，千万不要到处探索。请快走吧！但是我们没有木筏子啊，你可以帮我们吗？可以，不，我是说不行。我叫 Passo，是这个岛的管理人。如果你们想要走的话，那就游着走呗。大太平洋没加盖，对不对？这里绝对找不到木筏子的，一个木筏子也没有。哎，老大爷，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哎。把这个还给我！显然，这里有一大批的地牢、地下城，然后呢，有一个木筏子的八个碎片在里面。这张魔法的地图呢，会告诉我们下一个先去哪个地下城比较好。哦，看来这里还是有冒险可以做的嘛！嘎，你们这群爱惹事的混蛋，无赖！如果你们知道什么怎样最好的话，那你们就留在这个毛茸茸田地里面，这里才安全嘛！我说，砰的一声走掉。真是个老头子。我想在哪探险就在哪探险。哎，那么你是要在地牢里面去找这个木筏的碎片吗？当然了，行动财宝，动作大片，寻宝奇谋，还有办法离开这个岛。好，好，好，那我们先是不是先这个直接，那我们直接把一棵树砍下来。啊，做个木筏不就行了吗？木筏子又不是在树上长出来的，笨蛋！来，走吧。OK，我们手上还是小树枝，这是鱼面包。我们有翻滚技能吗？这是什么？这枕头吗？这不是？这个游戏变得 3D 了。什么？啊，这人能打掉。我以为他戴着安全帽就打不掉呢。喂，他的这个攻击好像是有一点点小节奏的。原来他冲刺的时候是无敌的，我还以为不是呢。哎，这什么？你想干啥？什么还会旋风斩？OK，并不是无敌的，照样可以打爆。萝卜，你是新来的吗？请不要在我这个田地里面啊，逆时针的绕着这棵树跑，那个很烦人的冒险者曾经这样做，是不是什么塞尔达之类的梗啊？这棵树嘛，以及怪又刷出来了，不要打我，你们无限回血的。不是，我又不回血。哎呀，旋风斩！哎，要死了，要死了，大家！上来就死。哎，不过好像回血是直接回满的，厉害！这边好像是说，没穿鞋子的话，请不要在高高的草堆里面走。为什么？Why？哎，这边有一个地下城。
但是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地图。 OK， 我们现在是要去那边的一个这里对吧，在哪里可以走呢？这边有一个桥可以绕上去。好，我们来走走看。哎，这不是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逆风，尾针还遮了，但是好强劲，我要死了大家。这里按空格，请不要在斜坡上面用翻滚键。哎，有翻滚键，哎，我们可以直接滚。好像在斜坡上面的话呢，就可以一路滚过去。右边呢是一号地下城。哎，这个还有一个护盾功能。这边是木杖子的，看一下，还有一个教程屋。看看地图，啊，右边，这个应该是第一个教程的房子吧？北边，枕头城堡。有啊，超可怕的。我们来看一看这边，好像没有默认的更多的地牢里。哎，这边，哦，这是喷火的。哦，原来这是攻击力啊，厉害厉害。你好，你想见我的牛面包吗？奶牛面包吗？他躲在仙人掌下面。什么啊，你见到过我的牛面包吗？他躲在仙人掌下面。这是一个什么小任务吗？啊，这个仙人掌撞上去是会伤血的。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啊？是说有一个仙人掌下面会有一个牛面包吧，但是如何判断？西边辣酱海滩，东边旧城区旧镇，西南是的。哎，这啊，哦，这就是海滩啊，辣酱海滩。哎呀，这是一群这个执行官啊，高层的执行官啊。几个在海滩边在休息，简直。有人说刚才有一个仙人掌有花，我都已经对他打了好几下了，如果有什么幺蛾子的话应该已经出来了吧。这是个怪，对，这个是要用闪避，这个是要用闪避的。这个后面还有其他的怪，总之我需要打一下这玩意儿。对对对，他这个连续攻击太难打。大家好，要死了。哦，对啊，可以用这个挡，我为什么要在意他们呢？根本不用担心嘛。你拧吧，你各种拧吧，你想怎么拧怎么拧吧。哎哎呀，对，对，啊，哎，没打到，好的，打爆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哎，说好的下面有一头牛呢？牛 ，Where's 牛 ？Where's my cow？ 哎，这边有一个隐藏的洞穴。什么？你们是火山口啊？天哪！哎，这什么？啊，要把你们通打死才行啊！我怎么跑出来了？不应该跑出来。我这边呢，就是勾引他们自己打自己就行了。我们只要绕圈就行了。哎，哇，这个攻击力有点强吧？我好像近战攻击力提升了，大家。好的。获得了一把撬锁器，没有钥匙也可以开锁。好，我们接着往左走，依然没有。哎，对，是说这个吗？然而并没有任何效果。这个仙人掌虽然有一朵花，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我们走上去肯定还是被刺。对，就是这样。那这个谜题一时半会解不开了，先往左走。喂，有个触手怪。
你看这边全都是有花的仙人掌，也没怎么样嘛，并没有怎么样嘛。对对对，嗯嗯嗯，哎什么？我有一个撬锁器，这个地图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要走的地方根本不是这里啊！哎，这边还能往回走？哎，走了走了走了。OK， 隐藏肯定很多的，我们不要急，一点点来打就可以。哦，这边有这个啊，滚下去了啊！我是为了回血，但你看，只要小心一点，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嘛，直接走了。被轰死了。那个洞在哪里来的？但是应该已经拿齐了吧？没有，没有露出什么效果吗？这个在哪里来着的？好像在下面。是这个点吧？所有的冒险者都可以，哎，直接回满血。OK， 安全珍妮。嗯，抱歉，请不要在大堂里面跑步，请不要把那个危险的武器四处挥舞，不然的话，我要用这个泡沫塑料棒子打你了哟。哇，这个地方好可悲啊！但是这里呢，依然有可能有这个木筏子的碎片。嗯，看起来是一个教程地下城嘛。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哦，原来外面那些……你为什么要打他呢，亲？这个物理引擎有问题。哇，你居然到达了这个地下城，但是要小心一点。哎，这个物理引擎真的有问题。要用钥匙的话，只要把它推上来就可以了。好的，我估计钥匙应该……哎，我们好像是直接把它踢走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鳖嘛？鱼面包鳖。好的，主要是怪会重新刷出来，这点很烦。来，这边是教程，没错。他说可以推东西，当心闪着腰，用木棍子打这些东西呢就可以。有提示了啊，这个小问题。哎，但这样一来的话，岂不是要把下面的那一个……哦，有一个宝箱，获得了一个计步器，可以看这个宝箱……地下城 boss 在哪里？是上面那个叉吧？就是。好的，了解了。OK， 这里上面呢？哎，但他们这个打抽起人也很痛呀，怎么有这种事情？这边是要打爆吗 ？OK， 没问题。注意，进入地下城后呢，对，就是随时都可以退出去。那意思就是这边，结果上面那个目标并不能到了。OK， 是坑我的，并不能走，没有路了，可以直接出去喽。啊，不对，这边左边这个地方是没走过的吧？哦，这为什么是红的？我觉得，哎，你获得了蜡笔 ，HP 增加了四分之一革新。好的，嗯，这个是可以打破的。这个一二三四是怎么意思啊？按顺序了。OK， 好的。啊，刚是说敲这个门的时候也可以获得提示。这不是鱼面包了，这是鳖面包。红色的门是要怪物全都打死之后，这是什么？哎，请问我现在有道具栏吗？OK， 并没有，刚刚呢应该是短暂的加防御力效果吧。好的，上面应该是 boss 了吧。对对对，右边有一个 boss。
大小姐笑。好嘛好嘛好嘛，一群流浪的野蛮人似乎闯到了这个岛上。你好，我是 Ito， 这是我的飞狗。什么？你是个狗？这是我的飞狗 Tipsy。 我是狐狸。哎，你是狐狸，是狐狸。狐狸怎么有翅膀了？天哪，真是两个有意思的人。哎，如果不是我的工作的话，本伟大的赛博珍妮才不会跟你们这群人打交道。但是看起来像你们这样的这个冒险者呢，说到底啊，也是有冒险者应该发现这个岛。无意冒犯，但是我们现在来扔垃圾了。丫头，你要不要也挑衅他一下？我只要微微一笑，把他打翻在地就可以。你做梦吧！大珍妮枪启动。什么？他有枪？我们看一看他的攻击形式。什么？什么？他那个火箭飞弹有没有可能可以打回去啊？大概不行。不慌，完全不慌。可惜这个游戏应该没有什么满血打爆可以增加什么样的这种设计。我要试试看，果然没有，果然没有。大家好，我是故意被他打的，我想试试看有没有那个技能，因为我知道这个 boss 的难度太低了。他说的哪国语言？以及他这个头上长的这玩意儿，有点像那个《Crosscode》里面那个女主角吧？哎呦，拿到什么东西了？我忘了，看一看。啊，对对对，木筏子的碎片，找到八个木筏子就能离开这个岛。好的，回个血。我们接下来应该是要到第一个地下城。哇，这么远吗？这么往下的地方，这不好吧？好的，这玩意被打之后就会冲刺，或者看见了之后就会冲刺，所以很烦的。哎，其实我们热爱和平，根本就不需要管他们。哎，以及这个是不是要，这上面是不是要柴刀才能？什么可以进的？这什么地方？这个是什么地方？这里面有个什么玩意儿？ Spruce 是那个嫩芽吧？这个地图好迷啊，绕过来了。来，滚！哎，滚过来了，滚过来了，滚出地图了。这边叫做 Sweetwater Coast， 甜水湾，甜水滩。这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有一个传送点？哎，哦，传送点的花园，这样也可以啊。看看，北方是那个，哦，我们还是先按照它这个提示的走吧。对，南方是星星森林，东边呢是厉害的遗迹。哎，哎呀呀，你是冒险者吗？是啊，长官。你要看我的执照吗？哦，这是一个制图师，地图制作师。不用不用，我是做地图的。我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个地图里面的隐藏洞穴啊，给把它的地图给探出来。我儿子呢，犯了一点小麻烦，一不小心把这个地图的文件夹呢给烧了。所以呢，老大就跟我说，跟我儿子说，让他和我呢一起重新把整个岛的地图再画一遍。对对对，那么所谓的这个隐藏的洞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哈哈哈，我不能什么事都告诉你啊，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提示。我现在告诉你，你印象不深，对不对？看到我手中拿着这个小乌龟了吗？所有的隐藏洞穴都只要用木棍就可以解决了。哎，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等着，还有更多。有些隐藏洞穴里面
有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强力道具哦。好，谢谢，不用担心。那么待会儿见了，朋友们。砸不到他。哎，隐藏洞穴的话，这不美杜莎吗？蛇头，哇，好烦！我觉得不适合我们现在只有这个的状态下过来，应该是要获得了远程攻击什么的再过来。走了。哎，我想改一下按键，我看一下。哦不 ，ASX， 我还以为可以把那个空格键改成其他的呢。这边的房子我们也都没，这谁啊？那个披萨吗？啊，我是从住在垃圾洞穴里面的人那边拿到的。啊，这个人在吃披萨，这是谁了？这边还有一个旋转。哎，这边能起来？哦，这只是件大衣而已。喵，嗯，你身上带着一个，为什么？这是猫珍妮吗？看起来很像我过去的猫抓住。打呼噜中，这不是洗衣房。好，来来，看看这边。哎，这不是那个四柱子吗？如果你在地下城里解不出来谜题的话，可以走另一条路。不管带着什么样的道具，总是有路可以走。是的，这个系列的游戏啊，它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你拿什么样的，就是特殊道具呢，都可以通关，非常厉害。嗯，你的木筏收集程度，我在你五分里面打，简直可笑分。我可是会生气的哦。什么都打掉了，哎，这不好吧？这不好吧？但是待会儿回来又出现。好的，哎，等一下，刚刚那墙壁可以打的吧？对不对 ？OK。然而，好，获得了一个洞穴卷轴。嗯，有一个隐藏的地图，有一个隐藏的洞穴呢，已经被显示出来了。好的。OK。有人是不是说刚刚那个屋子里面也有点东西啊？我要看一眼，好像这里是没有。对，走了。你看这个猫耳也猫耳猫尾巴也在晒着。哎，这边有，这不就是刚刚的赛博珍妮吗？赛博珍妮这人只会说大话，别被骗了，孩子。他真的认真起来的话，他可比一桶鲨鱼还要咬合力强劲。你看什么看？想要打的话，在地牢里面找我。哦，你好呀，你不是那个吗？不要管我，我只是一个看起来毫不可疑的水晶而已。这是教程屋。啊，如果你得到一个卷轴的话呢？如果你在岛上所有的这一个隐藏洞穴都已经完成了，然后再找到这个洞穴卷轴的话呢，可以获得一颗黄星。哎，那我刚刚这个岂不就那个了吗？就亏了吗？好的，总而言之先不管。所有的正面效应呢，效果呢，都延续一分钟或者被其他覆盖为止。吃一个黄星呢，可以获得大量生命和一个随机的正面效果。我还以为半人马呢，半鱼面包珍妮，这简直了！帮你打扫的清清楚楚，怎么样？轻松了吧？再也没有什么需要打扫的了。看看地图，这上面应该还有个房间我们没有进吧？啊，对，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进。哎，你有没有遇到过往南边的这个住着的三个机器人操作员 boss 啊？他们好久都没和人打过架了。你这说什么废话呢？这个新地图好大了，我要看一下
我们还是直接先去那个任务地点吧，不然的话这个地图能走的地方太多了。走。我记得是在南，哎，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什么，旁边还有这个拐杖糖，这是补兵吗还是什么？哦，原来他会还是跟踪呢。哇，好强啊你们，这什么玩意儿，走路菇，为什么会有走路菇啊？看一下，好像要求我们是走下面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什么，这蛇，蛇蛇，我要先看一下左边这个地方能走，好像不能啊，没有路。哎，那我们还是，不，这是右边这个，就是上面这个地方，好像不能进，我们还是先下。能摘花吗？我要先灭了它，不然很烦。OK， 沙堡，沙子做的城堡，记住。当城堡，当一个地下城完全完毕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王冠的图样。好的，这是比较简单的第一关嘛。哎呀，你看，你感受一下这个，对我们的任务有帮助的财宝箱呢，宝箱的味道吧。这样的话，我们要继续进行三次冒险，才能把我的皮毛上的这个沙子给弄掉。别傻了，哎，只要用回血药品药剂把它们洗掉不就行了吗？如果能找到的话倒是可以啊，可是呢，我们刚刚开始冒险的时候有人就把这个回血药给全都喝了。哎，是你，我知道是我。对啊，他不是叫微醺，那个回血药不是会喝醉的吗？哎，这个憋面包好憋屈哦。这个谜题呢，开一个捷径啊，你用现在的物品呢很可能是没有办法解锁的，好吧。对，需要把这个给砸烂。当当当当当，哇，这玩意儿好烦吧。哎，你们好弱啊。哎，他拉出来的这个刺儿也可以打掉这个啊？不，我也可以打掉这个。上面有一个宝箱，我们先去看一看。哦，这个宝箱，我们要推个东西过来吧。这边要点燃，有能着火的东西吗？好像没有，先走左边看一看。哎，不能过房间呢，好吧。OK， 解锁了这边。用翻滚键呢就可以啊，无伤通过了。原来翻滚这么好用。当然我不翻滚也可以绕过了。这就是技术。OK。如果你没有钥匙的话呢，但是有撬锁器的话呢，你也可以用撬锁器。什么还有撬锁器？什么？这个游戏怎么回事啊？啊，这个是打怪。这个看起来旋转的很厉害，但因为你这个挥杖子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根本不担心。好，这边是需要用原力法杖才行，就是把这个杖子给吸过来，所以呢我们这边要得到一个道具之后才能解。哎，这边开了，我们有哪里可以走的吗？右边看一下，右边上面有一个，啊，这个发远程的时候还是需要想。哎，蓝星是什么？蓝星是回血比较多吗还是怎么样？哎，这边是需要那个的，哦，可以把他们推到远处。好的，获得了一把钥匙，没记错的话就在下面，没错。
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获得那个原力法杖，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吧。OK。哎，这个要思考一下。不对。这个绝对不行的。哎，对，可以把这个推下去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对，我也可以掉下去。哎，我以为只是个坑，填满就可以了，结果不是的，结果是个深不见底。好的，获得了引力权杖、原力权杖，这怎么用来着 ？A 键。OK。好的，那么右边上面那个地方也可以过了吧？对。啊，是的，如果我们不是第一关先打这里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拿到了一把刀，那我们就可以先拿到一把刀再过来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砸开，直接往下走了，就可以绕过上面的这一些谜题。我们之前那个谜题是在哪里啊？是在上面吗？哎，中招了。啊，是在左边对吧？对，左边的那个。好像是说这个帐子可以把那个东西给推过来。什么？哦，对，我误会了，因为在很多游戏里面，这种东西啊，哦不，只是远程推而已。那远程推的话，让我想想看啊，先把它推到边上了。然后把这个放到这边，把上面那个推到下面。哎，不对，不能推到下面。推到下面的话，我们待会儿过不过来了，对吧？我想一下，我们这样推到下面的话呢，哦，对，可以的。右边有路吗？对，吓死我，根本不用担心这种事情。我还以为啥呢？哎，不，先要推到左边，不，一样。这边空间有的是，根本不用担心的。不是，患得患失，以为推不回来了。然后这边这个怎么过呢？看一看。你们好呀，这边是要打 boss 吗？左边有一个 boss， 先看看下面左边的房间是什么吧。只是挂而已。哎，这个路已经通了吧？这边并没有什么需要带啊。对啊，大家好，我平白无故伤了几个血，反正可以回血。 OK， 走喽。这个写着什么呢？啊，可以用这个帐子呢，可以把对方的飞行道具给打回去。你的语音很豪迈。 Le Diablo Diablo 改一改。啊哈，你终于来了。这家伙是谁啊？我是Le Diablo，我是来为我的侄子报仇的，堂弟报仇的。好吧，简而言之呢，这只是我的工作而已。这个巨大的机器人啊，是这边的上班必须要穿的衣服。但我还是要复仇。啊哈，伊托，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有打过红颜色的水晶。哎，他的堂弟应该很容易被人忘记吧，毫无存在感。哎，说了一个什么来着？你 Nukana Lux 什么话啊？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把它重新粘起来的。哎呀，好恶心哦。好， Now have it you 来战。还会啄。好，哎，没有砸。好的，不慌，完全不慌。
哎，真的呀，他这个冲刺并不能对我造成太大的问题。哎，原来他啄起来很厉害。我想呢，为什么要这样？原来是因为他一啄一格血，这个就有道理，这个就有道理，怪不得看起来啄起来还是挺吓人的。不慌了，这回就没有什么好怕。哎，说好的没有什么好怕的。哎，好难瞄准啊！是因为我只有八个方向吗？还是怎么样？是因为我只有八个方向吗？还是怎么样？OK， 这回不慌了，这回再也没有什么好慌了。哎，差点就能满血打掉了，最后两个大炮没有返回去。你在说什么话？哪一国外语不懂？好的。哎，怎么自动传回来？好吧，下一个建议目标是在最右边。哦，对了，我们现在有这个远程攻击了，对吧？哇，这玩意儿攻击力好强啊！哎，这边怎么有糖？哦，不，只是地面而已。好吧，伤心，我还以为可以捡来吃呢，不能。走，这边应该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哎，这边有个山洞。好，你获得了一件衣服，找一个换衣服的帐篷呢就可以换。这个是一代里面的长相吧？好的，这关这个洞穴应该没有其他隐藏点了吧？你说刚才有裂缝吗？阳伞下面，阳伞在哪里 ？Where's 阳伞？阳伞不是沙滩边吗？这不是阳伞吗？没看见呀？你看大家眼尖，我眼神不好使。哦，这边有冰块。这边这个是什么来着？我们看一下怎么弄比较好。啊，不不不，是要重开一下，是要用一个呢挡住才行。来，比如说这个点在这里。OK， 哎，真的隐藏好多，这么多隐藏打不过来怎么办？好的，我们来想一下，这个。往左推，往这个过来，不是，它这个是冰的，所以是滑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想一下，哦对哦，哦对哦，我这个这样不就行了吗？天哪，太过分了。OK， 哎，这边有一个传送门，这叫做痛苦平原。我们看看地图，好像是个特殊地点，什么情况？哦，有很多东西。哎，这个是金甲的，感觉打不过哎。哇，他们是金甲的。金甲的是不是真的打不过？铁甲的我记得还能打过，但金甲的这个是不是真有问题啊？还是说，比如说，啊，必须要把铁甲的通通打爆了，这个金甲的才能打？还是说他就是个 boss， 纯粹是个 boss？ 哎，天怎么黑了？什么情况？哎，爆了，真的爆了，
原来可以打爆的，只是血量而已。OK， 好的，打通了吧？左边这个可以拿了。你获得了一个法术书，总共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可以抵挡这个负面效果。嗯，四分之一，好好好，那个啊，好小气啊。OK， 刚还有人说什么两个海星旁边也，什么叫海星啊？你们给地标起名这个方法是很好了。啊，对对对对对，有的有的有的。哦，宝箱什么？什么？你获得了一个神秘的碎片，这是什么用的？这个看起来像是制作的尾巴还是什么东西啊？脚？还是船上的脚呢？他说究竟有什么用？不知很懂。好的，我们直接往右边走。他既然这个也叫碎片的话，很可能也是有超过一个的。我们在这边上面还有一个，哎，是间屋子。哎呀，被打了，被打了。这间屋子是谁的？拳击珍妮嘛。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威胁我给让我告诉他小诀窍的一个冒险者。嗯，下一次我要见到他的时候，我要打他。你获得了一个，好吧，又是这个隐藏卷轴。等一下，我不把他家的东西都砸烂，又怎么能知道会不会墙壁后面有一个隐藏房间呢？对不对？看来是没有。OK。上面这边我之前有看过有路吧？对，这个地方已经走掉了。好，有一个防御力。哎，这个防御是绝对防御还是什么？不，好像只是减血而已。我纯粹看一下什么效果。整整一分钟呢，超有用的。哎，这个尝起来味道不错。看一看啊。哎，直接从这里就可以走了吗？ OK。这个鱼面包在这一座里面纯粹变成了回血道具了。这边能绕过去吗？并不能。看一看，这边应该还是绕得出来的吧。哦，有一个传送点，传送点刚刚应该已经解锁了，不需要我们再这样走一遍了。哎哎，它是默认往下走，所以你按住上键的话就会被 K。 上面这个地图是哪里？我要看一看。这边就是星星森林，一群萝卜。为什么这么热闹？还有一个骑士的感觉。这个应该是正面打不到吧？没错。OK， 这边有一件，这什么？啊，这不是用来照相的吗？为什么头上贴着一个崩笛啊？这个崩笛。好，看一看这间小屋是什么。哦，垃圾。请不要跟着那些流汗的生物，他们好恶心的。啊，这是在睡。因为安全珍妮呢，他们浑身都绑着这个枕头，可能会让你以为他们是受伤了，并不是受伤。好吧，隐藏洞穴卷轴。浪费了，浪费了。这边音乐好带感，下面还有一个洞穴的，不慌。哎呦，这边写着什么？南面就是可以换衣服的地方，我们可以换成一代的那个长相。看一看这边啊，哦，原来这里是直接可以进，我们过来看一看。你谁啊你？我找到了在这边有几个绿色的星星，不管做什么就千万不要碰它们。我怕撞到一个之后呢，哎，发出了一长串奇怪的声音，是什么提示吗？啊，这个游戏终极的秘密就是你要从这个音乐里面听出一堆的提示过来。
然后输入一串长达20位的数字。好，我们去换个衣服，换成、哎、老大爷，你又在这儿，你是不是偷窥啊？啊，这边没什么秘密，但是这个洞呢，可以不知为何可以到达那个Fancy Ruins 遗迹的那个地方。啊，纯粹就是一个捷径了。哇，好多怪呀、啊，好烦啊。OK， 就是一个传送点而已。但是我要先去找那个换衣间。哎呦，天哪，好烦！两个 S， 不要 S 了，太 S 了。哎，剩下的吃的东西可以吃，我饿了怎么办？啊，换衣帐篷就是在这里换嘛。啊，只要打一下这个衣服就可以换。这是初代的长相，但是因为视角的关系，我们都看不见正脸，惨。好的，还是换成这一代的装束吧。OK， 我要变成单马尾。好的，那么这边的话呢，往右边走走看吧，这边不通右边，还直接上去吧。走喽。哎，什么？对对对，铺一会儿，铺一会儿，把血给回满了，然后就可以安全的上去了。不过我记得好像这是有统计数据的吧，就是最后死多少条命也是一个统计数据。好的，到了右边这个地方。哇，你们是什么东西？你们都有远程吗？哎，这是一个360度角的游戏，而我们却只能转45度角，好烦啊，好烦。哎，上面有一个被藤条的，哎，直接可以进来。这边要1、2、3、4了，那估计不行吧，应该是要用什么东西做一点什么才行，比如说在这边可以大跳，翻滚是不行的。1、2、3，哦，可以啊，好吧，我还以为按过一次就不行了呢，结果可以。又一个特殊的神秘碎片，秘密碎片，有点那个呀。好，我们来看一看这边的桥。这个好大，这货好大。哎，什么？还是跟踪的？哇，好可怕，好烦！这玩意主要会靠近了会退。哎，明明你打我的时候会跟踪，为什么我反击回来的时候就不跟踪了呢？好烦啊你，好烦啊你！好的，总算打死。哎。这么多，天哪！哇，不要过来！我要看一看地图，这边好像没有那个能进的洞穴了，我们直接往下走，根本不需要和他们。哎，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啊？哎，这不就是那个吗？哎，我们好像中了一个禁魔状态，还是怎么样？好的，我们看一下。哎，为什么这里是迷宫？迷宫不应该是牛头人吗？为什么是美杜莎？我不服。好的，看一看这里。OK， 主要我们有一个后作用力。这个蓝星究竟是什么效果？回血效果上升还是什么？哎，我们攻击力上升了。OK， 被覆盖掉。南面是冰冻的法庭，冰冻的王宫，小心屠杀者珍妮。哎，下面有个 boss 呢。屠杀者珍妮，哼！啊，空气中有什么东西，闻起来像是冒险者。你好呀，不是什么？哎呦，天哪！英雄珍妮，英雄珍妮，好英雄！
根本打不中，好难打。我们到时候再研究研究。我们先进这个洞看一下，估计蛮难打的。我们先考虑考虑其他的事情，对不对？怎么又是你这土豆啊？你们这游戏打算怎样？出周边吗？啊，出这样的周边吗 ？OK。哦，这里是木桩子的种植园，我还以为墓地呢。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墓地，然后他不认识路。哎，他主要是我们估计只有在近战才能打到他吧，但是他血太长了。破甲负面效果，我觉得不要和他计较比较好。什么？我滚了，我滚了，我真的滚了，有点伤心，不打他了，走了。啊，你们又活过来了，好伤心啊！我还是往迷宫的左边走吧，那边才是清静的。什么？这边有个三？什么？这边还有一个谜题？好，我们先来打打这个谜题。来来来，有几个草地里面写着一二三四，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这里是一。左下角是三的话，那么应该右上角是二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角没有这个树枝呀。哎，没有树枝的话，难道总共就是三个吗？这个闪电是什么呢？是这个吧？这个应该是个二。好的，我们到左边去找三就行了。过来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有个坑，有个洞。哦，这边是要全程滚过去的了。哎，不过它延迟还挺长的，挺好心的。这边叫做垃圾场，这里一般都是打一个 boss 过。什么跳坑了？什么有个坑？这边好像不行吧？因为我们这样是，啊不对啊，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并没有什么难的。好的，过来，这边是要打怪，我们慢慢打。哎，原来我们只能反一个，那这种就比较难了。能不能把他逼在墙角打？好烦，好伤心啊！我不喜欢他。要死了大家啊，直接蹭他脸，因为他血太多了，好烦的。这个位置倒好像还好。 OK。 哎之前把我打死了，现在空血就打败了，行不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是要，哦，应该是我们再从另一个房间走过来这样的，对吧？没错没错，应该是我们要再把右边的路给走一走才行。哎，不对啊，右边我们可以直接走下去，根本不用担心。对，有什么好害怕的？过来，这个不难吗？打他墙角里，你好烦啊，知道吗？超烦的。好的，超凡入圣。 OK， 这边直接把这个打开，然后上面的话呢是需要，对，把这个推到左边来。
这个呢推到右边去，一个道理，就可以把最上面的解锁了。 OK， 你好呀，僵尸萝卜，僵尸萝卜，大家，哎，他打到我有减速效果，我打到他没有减速效果，这什么道理啊？对啊，可以闪避啊，老是忘记掉 boss 战的时候可以闪避，请问这是什么毛病？以及他为什么叫耶稣哥？哎，什么？他加速了刚刚。他是什么原因变成了？哎呦！救命啊！哎，打死了，好好好好好 ，OK， 获得了一个蓝色的头巾，你的近战攻击力变强了 ，OK， 啊，反正没事，反正没事，说不定还有一个死亡树成就呢，对不对？你死了100遍啊，100遍，恭喜你获得了一个成就。然后这边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往上走比较好。左边有路吗？并没有路吧。对，这个地图不通左边，所以我们往上走。这是什么？哦，艺术展。这个地方我们进去过吗？进去过的，是那个传送点，所以上面写着一个 T 字。这并不是我们推荐要进入的地方，我先看看上面的地图。这边叫做 Pepper Pain Pariah， 好像为什么吃奶牛鱼面包了？这边是辣椒酱什么的，原来辣酱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这是一个屋子，他们都说每四根香蕉里有一个会有痛苦的感觉。我在附近一个洞穴里面找到了一个奇怪的碎片，问题是，啊，不叫鱼面包，叫牛面包。牛面包盗贼团伙，在他们是有牛面包盗贼团伙的幽灵在困扰着那边。OK， 前方谨慎，有 boss 吗？什么？不，什么？这个好像还不能打掉的，这个纯粹是炮台一样的。哎，我要去看一眼。你看这边长的都是辣椒，这是什么东西？哎，还真的是不能打。这个是治安官长，但是不能进。这边有一个隐藏房间吧，应该是。哦，好烦，好可怕，我要死了。OK， 获得了一个隐藏的，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地方在隐藏关里面有一个隐藏关吗？好像没有了。哎，为什么手枪的子弹会爆炸？这难道真的不是火箭筒吗？用反击也不行，这边路是不通。